平常老师以及各位的朋友，今天呢来享受音乐，我来分享一首呢1951年啊许石老师经典的台语作品。为什么我会选择这首歌呢？因为我平时在安平渔人码头已经演奏了5年的音乐，我是一位街头艺人，也希望大家呢会喜欢这个许石老师非常多的作品，堪称经典。我就来改编这首呢安平追想曲送给大家，谢谢。